Smart choice.我先把英雄联盟打开，然后免得我好像没有打算要打游戏，然后被分到另外一个怪怪的地方。你只不要走。我是能走去哪？今天应该 Smart choice。Smart choice。今天应该没有打算要打游戏啊，所以，等一下，可以让大家要问什么就问什么。但目前的话，应该是自己先谈谈这次比赛，这一年的所有事情。Smart choice。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先谈这次比赛好了。从哪里开始讲？从 playoff 开始讲好了。其实我们从 playoff 前那一阵子的练习状况就并不是特别好了。那其实我们很意外，可以从很意外可以从夏季季后赛打赢三场。其实我们连选手们都很意外，虽然。虽然连决赛被 HQ 3-0了，但是我觉得整个比赛内容对我们来说，其实我觉得是很有内容的，而且我觉得算是这几年来我看过最精彩、数一数二的被 GG 3-0的比赛过程。那从季后赛到最后的资格赛，当中很多事情发生，而且很多也是大家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也虽然这一次的比赛没有赢啊，就是到最后也是被3-2逆转。也不是逆转，就是就真的输了嘛。Smart choice。在
在一个连我自己觉得对我状态都不好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也打出了该有的水准，但是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失误，每个人有自己。也是我自己相信他们的实力，我才回到这个场上。当然到最后变成说，就外面看起来他们是一个一个的因为实力的问题而被换下场，但是在我心里面的感觉，我从来就没有去质疑他们的实力，或是他们的游戏的结果。因为我很希望可以在这一整年里面可以大家把一整年把 LMS 打完，但是最后我没有这个能力把他们带到他们走到最后面。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而言的话，我有一种感觉，我很对不起 JJ， 因为在最后面的资格赛上面，他打完 TPA 第一场就被换下场了。但是打完 TPA 好几天以后，其实我觉得，其实 JJ 的实力其实跟阿贵是差不多的，而且 JJ。打起来是比较清新的，我现在也不知道去比较两个 AD 怎么样，我只觉得 JJ 是一个很可惜的选手。所以所以这一年以来，我觉得虽然我们打到了这么远的一个这个结果，就是我刚回来打的时候，从春季赛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废到流汤了。那队伍也慢慢从春季赛调整到夏季赛到资格赛。我觉得这队伍有很明显的成长幅度啦，但是我觉得只是还不够，只是到最后也是差一场。也是因为
我们自己的问题没有做好，所以导致游戏很快就结束了。我相信如果有在一直在看我们比赛，或者是从我们刚回来打的时候到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其实一开始确实打得非常普通，前面都感觉还没抓到感觉的时候，到现在打起来像一个队伍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年回来打，即使没有拿到门票，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所以这一年跟这一次的比赛，大概给我自己的感觉，大概就长这个样子。我先把那个抖内跟订阅的关掉。而且最近在夏季赛当中发生的事情也是很多的，像是跟一些队员的吵架，像是一些正选队员被换下场，像是禁赛，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发生了就是发生了，而且我也尽可能去处理这些事情，而且我也很对这些人感觉到很抱歉，然后。我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继续打下一年的比赛，因为所以如果有一直在看我直播的人都知道，其实我以前是一个从2012年的时候我直播室几乎完全不讲话，直到现在2015年，我直播室变成从一个单纯打游戏变成跟所有观众有互动的一个直播主。我觉得我当中的改变，其实难免我自己有一些失误，或者是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所以我也许我接下来的日子，我会尽可能去改变我自己在直播这上面的问题。所以，而且有人问我还会不会再打一年，我估计是，我目前还不知道，目前真的还不知道。但是不打的几率是比打来的高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我并不是实力的问题而没办法打下去，而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身份有时候觉得没有办法再打下去。像在这个公司里面，基本上我权力是比一般的选手大，因为我可以影响到一些公司的决定，而且我这个人的缺点就在于我讲话太直了，我讲话都是直到没办法再直的那种，所以我有时候很容易得罪人，或者是会变成说从一个我通常我都是从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去调整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变成说好像就会有一些争执会出现。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好像我这个身份好像不大适合再当选手了。我也不是不喜欢当选手，当选手虽然是一件很累的事情，但是在当选手的期间是很开心的，而且那个赢比赛的成就感是很高的，即使那不是世界赛，那并不是世界冠军的比赛，我觉得每赢一场比赛对一个选手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我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选手都有这种同样的感觉，就是他们都喜欢把每一场比赛打好，把所有的游戏都打到最好，即使他那场发挥不好，他就会想再从下一年再打得更好。
所以下一年会不会打还有很多的考量因素，但是这对我来说目前并不是最需要去想的，因为接下来这个队伍也有些人会离开，有些人甚至已经先离开了，像五月今天早上已经回去韩国了。他走的时候，因为只有我醒着，我昨天五点睡，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十一点就醒来了。然后五月大概是一点的时候离开那个宿舍的，所以剩下我一个，我就跟他道别，拥抱，甚至送他下去坐计程车。每一个队员的离开，其实某程度上都会有一种不舍的感觉，所以那接下来还会有谁离开，我暂时就没有办法跟大家说，但是陆续的这队伍，也许之后的选手，之后的原班人马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你们喜欢的队伍。所以整件事情大概就长这个样子吧。然后当中发生一些事情，像是我跟丁特吵架的事情。其实我跟他已经是好几年的朋友了，从他补进来 TPA 那时候，他打辅助到现在应该差不多三年了吧，有三年吧，对吧？对吧？你是2012年，就差不多接近三年的时间。那这三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我们感情一直都很好，而且就像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已经超乎选手会达到的那种友谊。因为有些选手他们只是就是有一种像是在工作上面的感觉，但是毕竟从我离开，后来离开 TPA 到大家都加入了 HAE 之后，因为那次吵架是我在直播当中讲了一些比较伤人的话，讲了一些让丁特不舒服的话，但是其实当下那个当天我已经先跟他道歉了，但是为什么接下来会有两天的冷战，就是很多很多的因素。那这三年以来我们一直都依赖的沟通方式都是你追追我，我追追你。那当天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相信每个人有时候脾气都不一样，也许我那时候直播也是不应该讲出这些话。别人说导致有些问题，其实问题出现在我身上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不知道，反正我们之间是不会有那种太长久会压在自己心里面的感觉啦，反正这件事情过去已经过去了，也道歉过，也解释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就是因为所有的观众看到的东西都是很表面的事情，你们看到的东西不一定完全就是事实的全部，因为你们看到的可能是在直播上面看到的，但是你们从来就没有看到我们平常相处的模式，平常会做的事情。所以，我希望观众不要我也不知道，我希望可以观众，我以后会带给大家的直播，希望是开心的，希望是说
大家观众看得开心之余，还可以在这里有一些互动，并不是单纯的打游戏。所以这件事情大概就差不多只是这个样子，因为也许当天是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到被杀烂的情绪，也许是丁克那天月经来了，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解释，反正那天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吵架，真的，所以大概就长那个样子吧。那你们有什么想问的，现在尽可能问了。